这个是喊脑残。这边又拌了点甜，这点甜。哎呀，这老天后小子效果都下去了，来远了。这个肉倒是挺好。哎，昨天好长点，我这有个特大脚吐司，不你接了吗？我没接，我也听说了。三个车。哎呀，人出门可得注意点，尤其拉家带口的，净记住开车慢点儿，到那回头拐弯。耶，这二 Q 不来嘛？小姐。啊，人家说的是越有把的越甜。或者我们那忙着从早上刚拐弯太多。你要是这两天庄稼高了，有时候看不见那忙来有没有来车，而且还路又不宁快。我们已经好着了，我听我们已经都是那回来是后些些人了，后几个人了，花花那个苗干吃了，车子还有点在面面放着，我想想。咦呀，你亲家的还给扎起了？嗯。哎，咱们不是小些了去扎它去吧？一轮多扎它点，扎啥多的扎？这两天扎是到了冬天就一次。哎，我以前到那店里啊，看见摘面面花也不想摘，这样摘我还麻劲儿呢。他说看见了呀，赶紧给我们米大厨拿回来吧，二奶给吃的。你不摘，反正咱就花钱呗，你看吧。留着摘菜，这是给。你摘回摘面面花了，我摘也不能让它歇着吧。今天中午咱就歇咧咧的摘面面花，吃它点好吃的。摘不管两口留多少事了，这房的高，平时注意不到。就是留下最后一个接水的，我撇也出来了，这个绿萝越是干的呢，我跟你说野圈它拉下来了，浇完以后越长的吧。哎呀，我的山药熟了，乱溜溜的，这不是。哎呀，我永远不知道你不到最后一刻就不知道你吃给吃饭吃就行了，用着想它了。哎呀，这个没失望过。来吧，这山药给它倒进来。这点放酸菜呀，你还不知道做酸的难道？我做饭简直就是白吃。这个酸菜太酸了，我得先给它拿这个开水泡一下。先炸火，再做火，炒个油。这点不是个酸蛋，咱们给它剁烂。哎呀，这做买卖人做的就是急流人，就是到做啥的时候做啥。这两天我们买三袋的那个买三袋的，人家不买三袋了，买自着去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咱这是酸菜土豆泥。这个酸菜吧，你想不那么酸的话，给它拿热水泡一泡，多泡时候它酸点就不做了。酸菜先给它切个小丝儿，然后再给它稍微往水切切。放到这个土豆泥盘里头，倒点胡麻油。做这个的时候，咱们给它里头放点这个摘面面花，收出来更香。这个油给它倒进来。拌这个啊，不要生葱，就要生葱。然后来点咸盐，来点鸡精，再点点香油，然后给它拌起来。哎，喜欢吃辣的你们可以再放点辣椒啊，我有多多的我尽量不放了。做饭就得照顾到所有人的口味，拌好了装盘吧。哎呀，我看这个菜高起一绝了，这这就这么一盘一大盘，成本老板能花多少钱？看小姐做的这个酸菜土豆泥就做好了。再炒这个肉菜。你的孩子啊，三十吧。那个不然家哥哥不去的，二姨二不去了。哎，啊，那完了，快变了，快了，快了个啥子？啥子嘛？腰肌老粗，腰肌老粗。我男团的婆婆给我说，我说就是腰肌老粗。好了，你说每天做个按摩的，出去拿水。正常就好，要的就是这效果。吴姐姐，杭州那儿流口那个是不你们错？不知道，我记得我妈说是好像像我们错的。那个小孩子不咋吧？小孩子不咋就不。你看这个臭脑门出的，你想命了。哎呀，快把这事整。今天开车慢点，回头拐弯慢慢的，着急啥？谁不得了？哎呀，别。
哎，这是啥？土豆泥。酸菜土豆泥。啊，上筷子。芹菜汤，你尝一尝。七七比白，你要不要白一盒啊？白吃一盒啊？给我吃一起。啊。女士们，赶紧买啊！要红多多。一个，那可是被奶奶算去了。现在那个酸菜泥，啊，看大了也就丢了吧？哪有这么复杂？哎呀！姐，我给你倒水。啊，倒个白米粥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给你了。厉害！我还好。女中豪杰。那天我说给我才没个馒头，最后到二姨家接了完叫我。今天有花卷。啊？啊，今天有花卷，哎呀，你扯开。哎，这水好穿。放手吧。搞那个扇子。太好。别了。哎呀，昨天作息扯好了。打鼓的戏比咱们专业给做的贵。那一早还得2000块钱。嗨，昨天你要凉菜，你不懂凉菜凉菜。嗯。昨天第一个热菜就是鲍鱼和龙虾。哦。啊，反正是不来一片肉菜。啊，你是大龙虾呀？多。啊。要的多。再挤点土豆泥。嗯。口福还有一嘴。不咋的，我当着健康，确实咱也一口也不含。多多。姑姑的土豆泥做的香吧？香了。看咱们视频，看小视康视频了。又出去让人给扔出来了。扔出来了。对了，这会儿只有那人扔了呢。没意思。我那我前两天去快递，完是七点吃，这个几个大，前边有一个胖大姐，我以为你们院的，搁认识你，就是你是那个米师傅的哥哥。我说我老得了这名字，我说啊，你听什么说咋能认识我呢？我说我视频里头人脸没多少啊，我就说你们视频拍好了，收拾胖的视频我也看。哎，你们昨天是不是饿肚子的你了？大部分都是。哥哥啊，今天你的饭也太好吃了。太好吃了，你多吃点给姑姑。想吃啥你给姑姑点个菜，姑姑都给你吃啊。接触压迫的设计，嗯，外头有推拿。哎，就你妈每天坐车在村里头，鞋子一条，你看乡间小路没有一家大车的哇，你就自个儿当时走，就这儿，每天当时走1万步，管用了，管用了。你看，刘姐婆姐自己喜欢的盘点儿给你吃了。啊，就是，我就好吃这，我觉得我们可不好吃。是，这来小时候我还没发现你哪个是不好吃的呢。我不挑食，主要是。这个吃啥子了？你们这个意思，爸爸没你这个吃啥子啥原因？我去了到医生，为什么嘞？为什么嘞？我说你长得话还去给取药？你这吃啥子不正常？每天吃的稀和饱饱的，一天坐像个冰鸟。哎呀，我也真是，你当到了一个树叶接触树，多像个冰鸟呢。如果人们就说嘿嘿健康的，嘿嘿高高的，嘿嘿和这是出汗和成了毛病。